这区的温度刚刚好，来来这边泡一下。是露营车啊！哎、欸，现在只剩下他这一台、欸，好大、啊，很长哦。外面下大雨，里面的话就积水，就积的。所以你就是两边，每一个螺丝两边都有弄那个毛巾嘛，到后去。你那个是在洗澡吗？淋浴吗？这个洗澡。哦，他应该可以在里面洗澡，淋浴间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么好哦，还有淋浴间哦，一个是马桶，不是轨道，轨道是很好用，但是防。感谢你们捧场！哇，我今天跟建勋哥，这要怎么讲？这要怎么讲？哎，不是，我是说你们这个车速吗？还是？
车船组，真的要这样介绍吗？对啊，我们都是那个出来流浪的人呐、啊，出来流浪的人呐、啊。哦，流浪的人。我有这边，我们这边有一开始录了吗？在录，这边有录到了。录好了啊，你那里都背影嘞、欸，没关系啊。哎好了然后他们就是遇到朋友，然后就这样期待。然后我也会幻想，哎，没想到我今天就遇到成真了，竟然是真的这样子做的。对啊，而且还是我自己炒的菜，不可思议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是老先辈啦，我们是新进的啦。然后这个火车大哥哈，他也是算是也是新进的哈。越换越高档，安尼对吧？对，老板哪一天我又换了？又换了，一直使用不满意再换。哎，记得要换，要卖保值的。看你看标价，没有他不标到五十万，不标40万，结果他标50万。哪里？这么好，你要配饭啊？我那天讲说，白天我坐在花里，我一个人来的话，你我就把他扣来。对，我来了，哎，不用了，你两个比我。老婆没来的时候。确定这段可以放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感谢大哥送我的 LED 灯，这应该是我不认识的朋友，这露营的朋友，初见面的朋友，就送我这么，就是我收有史以来收到最贵重的礼物了，太感恩了。它这个 LED 灯超好用的，这个是深黄、浅黄、浅焦黄。浅白光、强光，五种颜色，这太赞了，很好用哎！现在我收到这个礼物超赞的，我的光明灯。这不管是在家用还是出外露营都很方便，而且现在又常常停电。然后，而且这个灯呢，它这个背后很方便，可以吸在有铁的地方。拿一些你那个后面有铁的可以粘在上面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调角度，它这个设计还蛮不错的，礼物超赞的，我好爱，太感恩大哥了，感恩大哥，谢谢你。呜呼，水哦。